カラオケどこ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乾杯。OK， 日本人的干杯，只是说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台湾不是这样，台湾人就是哦，所以我随你的意哈。Oh my god！ 兄弟，你刚才帮我倒酒，为什么我说我不用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为什么不用吗？因为台湾的啤酒哦，八分满，刚好一口。啊，你倒太满就还要再吞两口。好了好了，对不对 ？OK。来来，我过来。不是、啊，这个是彼此的。啊，你们是帮先拜大哥耶。对对对对。所以我们倒都是倒八分嘛。这个是青蛙的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鸡肉鸡肉啊，就是鸡肉鸡肉。哎，干杯干杯鸡肉，干杯鸡肉 ，very delicious。然后这个是，这是黄鱼。黄鱼超好吃的，我的也要不要有呢？人家不笑的。生日快乐，美女生日快乐。哦，这老板要不到底打打？有有有有。有啊，阿哥无气质好哦。啊，本来伊就算你在台湾读过读书读书哦。台湾台湾，好，台湾台湾，哇，好一场。你们敢吃蒜头吗？生的，可以敢哦。他吃蒜头配这个，要不要试看看？哦，开胃啊！真的很好吃哎。好吃啊！我每个礼拜三来的。中山环柱，我认为你什么，你跟我一样，什么都好吃啊！对，没错没错。小包子。OK。没有。对，他就那耳机胶带，还有讲的歌。怎么这种？对。再要一口，老板要吃一口。放。啊，でもニンニクも美味しい。おいしい。你吃完，你吃完了好不好？先吃一下。好，生日啊！你有试看看吗？哦，对，这个跟这个。对。你嘴巴很甜的，都每个人甜的都好吃。这个没错。我以前也不知道。
酒，来来来，来来 ，Happy Birthday， 来来来来，生日生日生日，清酒酒。他爷爷日本爷爷订入了，好，爷爷走，你不喝清酒，爷爷也有风险，你喝，爷爷他那个判断都可以喝，不过爷爷精密冰的，比较低，一点多，我爷爷半年可以，六两可以，六两也可以，我准备定期去外地带针，是，百分比定，平常就啤酒喝习惯，对，酒精，不是微信，爷爷冠军，爷爷冠军，啊，那么我们这边下线，爷爷冠军跟在日本的话是属于。这样，因为国定的，哦，平均是四五十人均喝米酒吧。对，我们不习惯。清酒，看不到，看不到。清。哦，老板娘给他照一下，老板娘啊，老板娘。练完了以后，家里不能也那个那个也有，那个也有日本美少，他日本的也有，对。嘿咻，嘿咻。他也是喜欢乱闹了。我们三个都喜欢。他不是一般的日本女生，他是真的专业的好色的人。不要乱讲啊！民间是神秘的人，为什么不喝酒？我在中立这里嘛，看到我这个外加加什么咖喱的奶油，来，これが空腹仙丹ってやつで、イガウリと仙丹、あの塩辛い卵、食べたことある？ビールにすごく合うから、乾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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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来来来来来，来一起来一起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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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皮肤比较好，那皮肤真的很好哦。来来，你赶快吃饱一点，吃多哎。生日要吃多一点。哎，这一家最好吃。最强。这一家最好吃。哦，这个最好吃哦。有来的？我超喜欢，超爱。超爱的。看看观众，是不是？这里你看看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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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要剥壳，可以可以直接可以直接也可以都剥壳，不不不要剥的，这才是十九岁，啊这个当兵了，啊这个是叫啥哦，盖野虾，啊你无看见，无啦，无啦要看见。那个家庭的家境还可以，在台湾 OK， 房子有，车来来来来有。你都不用担心。我也是有呢。有实力的。大家好。我也要是。你要是来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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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很嘛！好好吃哎。很好。鱼的很美。我一吃，啊，真的很好吃哎，真的，这个鱼真的好好吃。以前我都是大陆，我大陆去，回到了中国去二十几次。